这样子就有更多角度，你可以，哇塞，这什么鬼角度，是不是？哦，他哦，下飞哦，还有这个啦，你看，就你横的也可以有调整角度，直拍的时候也可以调整角度，也可以这样，哦，漂亮。十几万哎，十几万，那是五啊，五在这里十万多，对啊，十万哎，哇，我操 ，OK 的啦，还不买起来？哇，你还不买？我不要，那你叫你坐你不坐，你为什么跑来这里坐？你是去哪里坐沙发？哦，收到哦，什么？跟这个啊，135啊。嗯，你要买这个吗？这个应该很赚啊，应该很重哦。135哎，应该很重。135 1.8 的光圈哎，啊，很重啊，很重，有你差不多啊。不是，我说比你的重啊。这很赚啊，你不如买这2470还比较实在，不然就是85的也不错吧。嗯。那这些是什么鬼？哪一个？那个按钮，那个这是干嘛的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像原子笔一样，它一个锁定，但我不知道这个要干嘛。这个啊，85的，其实都很重啊。因为都很赞啊。我需要来点连拍模式，连拍在哪里？哦，来了来了，这样也没有很快。